Hello。晚安。今天我觉得好渴，为什么？我皮肤好，你看到的皮肤可能只有我的脸皮肤而已。那医生还问我说：“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然后我就我现在还是学生。瞬间不知道说什么。职业学生听起来很合理啊。他说：“想着还要抢谁？”看完暑假你们，哇！那他张惠妹都抢不到，他要怎么抢周杰伦？那我怎么办？我讲这句话同时在说我自己，怎么办？第二次来 ，Hello， 在问职业，在说我自己吗？差不多。幸好你有讲到，你要去看哦。我今天吃饭的时候，对面的三个阿姨也在抢票。他说：“你有抢到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没有啊。”然后另一个走进来，他就说：“啊，你有抢到吗？”说：“哦，那个网速不一样啦，那不同家电信的，同个价位没有卖掉了。”哦。你们没有那个、哦，谢谢刘厂送的千纸鹤。我昨天洗的床单不知道有没有干哎、欸，我要烘，我看一下。好像还有点潮潮的，再烘一下好了。烘20分钟，感觉差不多。瞧，看时间就已经抢完了。对啊，低，他们所谓的低代购费到底是多低啊？是不是他们所谓的低代购费其实是什么？2000是低代购费？那你讲，你们抢到？要卖是什么？试票吗？我很少用拓员、欸、原来拓员不是这种自动安排位置，还要分那么细哦、喔。它可以分小，分那个很小的区域。我刚想要讲小区，但我觉得小区听起来很怪。可以自己自动安排啊？真假的？可是我今天看的时候，他没有让我给我，他就是不点进去，然后就。自己选，不是他不是点进去，然后呢，他的那个区域就是比较，就什么可能什么101123456先选区域吗？哦，对啊，我说他很多区域，还是因为是大巨蛋，所以区域这么多。因为像小巨蛋的话，不就同一个区域一个价格就一个嘛。然后拓元是抓，然后跟你选你要坐哪一个位置哎、欸。这样就要先看好你要坐哪一区哎、欸，合理吧？这样开哦，现在可能会有点吵。
我有啊，我拓元大概是上一次使用，可能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因为后来好像我抢的票全部都是在 KKTix， 就没有拓元，所以我不知道。还好都出去了，我随便点，没有抢便宜的，就随便点，我也随便点啊。你拓元专家，真的假的啦？完蛋了！在场唯一就是抢不到的人是周詹，哎，然后之后发现只有在场只有周詹抢到。末日降临，澳洲惊见超巨马脸地震鱼！天哪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吗？马脸地震鱼，马脸地震鱼，好酷哦！我不是抢票高手啊，超酷的。真的是马脸欸，我要抢又不会跟你抢，你要抢哪里抢？我听听看。南瓜生日晚抢哦，那我们不会抢同一抢。应该会去前一天哦，我不知道我要看哪一场耶，但我会再看看。不是本来就想要周五吗？没有，我是有哪天就哪场，但不要礼拜六都可以。最后一定会跟我撞，点到就去。对啊，幸好不是礼拜六，好忙。十二月超忙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挤在一起。什么圣诞节、跨年、演唱会，十月超忙，都很忙。我的下半年过得很忙，应该找我三个礼拜。跨年没有搭飞机吗？我跨年没有搭飞机啊。谢冰城选手，祝祝你哦！不是祝祝你，是戳戳你哦。甚至还没有决定，做跨年演唱会哦。我已经有直觉，就是那个跨年场不会有我的、啊，怎么可能会有周詹呢？干嘛这样？没有，我就是以说，就是从那个一月开始，上一场跨年后，我没有任何工作来看，所以我预估就是今年的跨年也不会有我，明年的跨年也不会有我，对。不是吗？蛮有机会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跨年专业户，真的。听说二是什么？听说有两场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怎么是什么资讯大盘商哦？啊，我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，看一下巴博什么啦？
就像饼又有说是二，你们说的啊，你不是这个意思吗？难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懂的都懂。牵两团，牵两团的人倒是有啊，大家好过分，什么？停留在本岛，本岛。这个好像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，哎，会不会有我都还不知道。你有心就会不在了。扭蛋你是能看到后台的吗？扭蛋好像是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看。怎么了？你是说出国？听不懂什么啦？什么啦？想到了什么？好奇，原件淡妆，我今天根本就没有化妆。哎呦，这边聊天好难跟，我突然你们一直很跳哎。你不会好奇被抓几次吗？我看到总共，但我不知道个人的。太喜多，要30分，差不多900。我看到谁消费最多？叫什么？从9月，昨天吗？昨天开始，昨天是25。这样打过去了，可以帮我讲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忙很难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孟同勋昨天回了我一句之后，他就消失了，他也再也没回我了。喜多不会接，翁同勋也不会接。喜多是嗡嗡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哎呀，翁同勋的现实动态，伊人。
你给我们，他要回啊，他得回啊。102请必须得回，他得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他的作息非常的糟糕，他的作息大概是现在应该已经是日夜颠倒的状态了，就是他跟我说早安的时间点了，是下午5点。什么？我糟糕一半？哪有？这样算差不多。没有，我这几天一直忘记记账，真的很糟糕，是真的很糟糕。我昨天买了麻古。然后那个麻古是我喝过最难喝的麻古，就是我上次点一样的品项，但我昨天点的超水，喝起来超级水。我今天现在是公车，然后呢，再来是今天中午吃了。172元，是云顶阿二。然后呢，我就又回学校了。然后放学。吃饭，现在吃寿司，藏寿司，吃了340元。然后呢，390。然后就回家。这是今天的花费。昨天好像也是先打。昨天的行程是什么？然后我中午吃什么？昨天好像是我一个人吃，昨天吃了一个蛤蜊汤，一个卤肉饭，是115元。然后这样就是为什么石目鱼是石目鱼，不是石目鱼啊？这很奇怪、欸、蛤蜊汤加卤饭会到115，就是蛤蜊汤80块，然后卤肉饭35块，115。然后呢，我这时候点了一杯饮料，然后又有回馈1%，所以呢，饮料原本70块变69块，翡翠柳橙。现在这价格，对啊，合理吧？阿嬷汤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我的晚餐哦，然后先回家嘛，先回家。然后回家后
之后又去买了晚餐，晚餐吃了一个馄饨干面，一个烫青菜，一份豆干跟一碗嘴边肉汤，总共是135元，超便宜，超便宜。但是这个真的很便宜，希望它可以永续经营。前几天就算了，忘记了。但我今天有消费1000多是什么？我买了什么吗？但是我有消费耶。哦，淘宝，这是我今天的消费。10鞋子，然后爷爷也付出1、2、5、9，学生制服，就是之前去那个日本玩的时候的，淘宝买鞋就买鞋而已。但如果他其实这单可以免的话，我应该一次买多一点东西，对不对？但好像要看就是有没有这单有没有免运的话才会，对吧？就假如说这个没有免运的话，其实也。我觉得淘宝很多很可爱的东西，看的会令人觉得不要这么可爱。为什么它这么可爱会让我看得很那个，欸，就是会哈，我要买吗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乱买东西，我不是会乱买东西的人。我要买东西的话，一定是买我需要的。真是的，这个搞什么？不行哎，欸！可以叫章鱼烧吗？什么章鱼烧都乱买是不是？今天发现我下单了，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，你再购买。不然你如果不需要的话，你买就是一个很浪费钱的，对，是一个不优良的消费习惯。好，你买了，可爱没有用啊，但是不可以这样乱花钱啊。这是什么鬼啦？不是，你知道淘宝看看很多很可爱的那种偶像的东西，就哦，这个我可能用得到，这个我可能需要，我需要买这个，看一看就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很糟糕。就像你看这个爱心耳环如此的可爱，你就觉得说，嗯，我好像需要。
其实你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一直在说不需要，然后我一直在看。没有关系，我生日会的耳环是我自己手做的。我在生日会的耳环是我在。我要跟你们分享，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做衣服的人，他我不知道他可以做耳环，但他可能就是没有，但我们也没问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，我到底要买什么耳环？然后呢，前面在看一间店，然后就觉得说那个好像有点普通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后来就是百元店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两副耳环，一个是有小熊在上面，但是它上面有蝴蝶结，我觉得那个蝴蝶结可爱。然后又看到另一副上面是有爱心什么的之类的，然后就是可以把小熊做成猫咪呢？于是我就把小熊拆下来，用做指甲的果冻胶粘了耳朵上去，但我发现它长得太像熊了，所以我就放手了，我就放弃。后来我就在拍照的前一天，就是变成了，我可以给你们看它最后长的样子。反正我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，然后它原本是夹式的耳环，我就把它变成耳针，它就长这样现在。所以我的耳环长这样子。啊，它上面原本没有这些这个东西，我就自己把它粘上去了。它是紫色的。现在都在搞手工艺，那个面面的魔杖，直接哭还是走流程？怎么直接哭？叫你走流程，什么流程？好烦，好烦哦！这生日会你再哭好了。他说没有啊。就很烦，昨天的，对啊，然后呢，就其中一个，他就传讯跟我讲说，他就说你有想讲什么吗？我就说没有，然后他就讲说你不讲啊，不是累积到一段时间就整个爆炸，然后我就打了一段，我想说我这个传出去会直接连朋友都当不成，就很烦，这要怎么办呢？到底要怎么样？不要回，就叫我讲，不是你叫我讲，我可以啊。我讲完之后，我们没办法当朋友吗？超烦的。因为我真的打得超难，超难看。哎。我很直接，我就是直接把我要讲的全都讲出来。但我问了另一个朋友，他是说觉得不要。
可以从他，我会从上学期开始讲。应该是从大二开始，那我其实又不是很想在直播上面讲，因为直播是一个会流档的东西。我昨天在抖粉讲的原因，就是因为，对，对啊，为什么我要当坏人啊？我今天看医生的医生又是那个帅哥医生，他皮肤超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皮肤科医生吗？憋着无限的烦自己。帅哥医生？不是啊，什么帅哥医生？没有，他就是一个皮肤科医生，但是他很帅，就那种眼睛大大、鼻子挺挺的，然后很白。你也要看，很洛克。你这么一说，可能有点像，其实蛮像的。洛克是医生哦。洛克跟你现在很像，哪有？那医生听起来眼睛大家变成挺，你会缺他的助？但哎、欸，我上次去看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助理是同一个，这次去的时候也是同一个。不是长相在哭，啊，不然是什么很像？那助理是女生吗？是一个蛮中性的女生，但也是长得很好看的人，是好看的人，是好看的人，好看的中性女生，短头发，这样子。然后就呜，赏心悦目。没有，但那个助理也很白。是什么美好的诊所？哦，等超久的，真的是，我每次去都要等好久。我在抽，我讲什么？我有讲什么吗？你快不行了，什么？你要睡觉了？我说很白，因为真的很白啊，那个比较白啊。阿法法的黑没有不好啊。我今天应该要播到10点，我要去处理一下人际关系。那你们觉得我要不要穿？第一个就是传的当不成朋友，第二个是不传继续尴尬。日文内容吗？怎么要把千错万错讲都是我的错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就讲出来，其实所谓就是大家在解开这种检讨大会的时候，就是知道说，哎、欸，就是差不多喽，
这场这样戏差不多该结束喽。我不像你，你刚刚讲是什么？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没有，他们就是不会明讲的人。淹水吧，是因为我不缺朋友这个名人。但我没有朋友，我朋友很少，这是问题点。出国还在找别人吵架。Hello， 刘子玲，让余少就懂。但我有 TP 的朋友，我只剩 TP 的朋友。虽然我没想到你好，我可以当你朋友吗？这到底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鬼？没上什么？没上武器生？他不很凶，真的假的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要当朋友就叹气，笑死。是说很少，因为很少是真的个位数啊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要若主动敢约的人，其实我大学在全部约，我会约高中的那个。然后跟 TP 的倒是还敢约，这个就是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最近很喜欢用这样子泡面头。为什么我反而是 TP 的人很敢约、欸？可能 TP 的人很社会化，我觉得这是问题点，社会化这一点吧。我觉得这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很在意开关车门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他们可能不懂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激动，为什么车门不能靠在别人车门上，会这样吗？会啊，这就是问题点。会啊，我觉得会啊，所以我说社会化的问题啊。那请问在马路上车门可以开到最大吗？不行啊。难道没有车就可以开到最大吗？不是啊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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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是常识问题，所以我很委婉的讲说，可能是习惯不太一样，
但我讲的用意是希望你们在未来可以注意一下。后面补一句下，这是常识。五周年才会好，跟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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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组，哇哦，哇哦是什么？哦，再会吧。哦哦。我是没有懂，是真的没有懂，抱歉。哦哦哦，你们会吵架哦？为什么啊？好酷哦！原来成年人也会吵架哦。我以为大家都很社会化。成年人最会吵架了，是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很像小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要讲那么多，我当下很想直接讲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也不是小孩子。断掉了，你最近想跟某人吵架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在金门就吵过了，我知道金门喜多想把前面的人靠下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吵架？前面的人一直在打那你昨天多粉是你们观点不太不一样啊，来我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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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男女的思想上面的差异造成的，对，这个很正常，我们自己好像很懂一样就是就我的观察而言呢，女生的吵架就是讲清楚不会是朋友，不讲清楚也不会是朋友。男生的吵架讲清楚不理对方，过一阵子还是朋友。女生就不是这样子，就有时候会觉得很羡慕男生的那个思考不会那么的复杂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就是为什么啊？怎么会造成这样的差异呢？不是同样都是人类吗？你们就没有思考？你们是讲义气的，你是女生，问题怎样都做不成朋友啊！我有没有想要在上面讲说，我有没有吃猪肉，我为什么要付猪肉的钱？但我想一想，算了。
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这一趴吗？我到现在还是不接。我在想我这次的圣诞题啊，这次的圣诞题下面要配什么？我当时说有人在上海，上海买台湾的猪肉会放假付钱啊？为何企鹅里面有裙子？你说企鹅吗？这不是裙子，这是裤子。它是裤子。企鹅分两种，一个是连身的，然后是很长的裤子，另一个是有斗篷的，下面是比较短的裤子。不然下面不要穿吗？它是分开的啊，它是两节式的，它不是裙子，它是裤子，后面是披风，没错。下面要配裙子，但我在想要配哪一件裙子。你是画了两款企鹅吗？没有啊，两款企鹅都有裤子，也有尾巴，只是一款遮的比较多，一款比较短。我没有牛仔裙，其实我好像有一件很适合的裙子，但我放在太重了。我为什么没有带上来啊？我明天要穿。我明天要啦，就我还没有拍那个明信片，还是我下面穿。没穿我的紫色的那个裙子，会搭吗？不知道会不会搭，还是就这样子。那个喷漆真的会掉，哎，笑死！这个细节有印出来，我真的超喜欢的。它居然有印出来，我那时候以为它会被洗掉，还好还有印出来。明星有想要画什么？当然是没有喽。明信片这种东西呢，就是要看当下的灵感。然后压线胶，对，就要等一个半月才收得到。你们知道圣诞T怎么办、啊？是不能就没办法穿来这次的生日会，还是一直以来都没办法？应该是之前不是有可以吗？上次都没有任何一张，
都没有任何一张什么，这是该有了吧？有什么明信片吗？每次都穿不到。明信片，等下来烫一下这件衣服。你上次跟上次都有，为什么？但德长也有，哦，院长你是九月的，刚好。以前哪知道，应该是你的很特不到你说的那一张，张少彤干嘛？宋同学也是看 TPI 就买你的，真的假的？谁？早安哦，小朋友在干嘛？你要开播了，请开。他现在不在 TP， 知道了。我要跟彤姐说一声抱歉，我没有看完你的影片，因为实在是太长了，六分钟，太长了，怎么那么长啊？我大概看了一分钟，但我的那个注意力不集中发生了一点问题，所以我能看不下去。不然我是很想看完的，太长了。是我注意力不集中。里面有一点点我，真的假的？叫彤姐，因为大家都乱叫我，我刚刚随便乱叫啊。但少彤非常的有心啊。我刚刚乱叫，哎，什么是移的？什么时候讲一集？阿姨。我觉得那个后面进来的2010年的人都可以叫阿姨的，差不多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什么东西？少彤，不要留下遗憾。少彤不运动，没有这句话，你前面要讲说之一。司仪不运动，因为他不想留下遗憾，这样才会顺。然后你可以讲说巧仪、佳仪，大家都不想留下遗憾。还有什么仪吗？怎么那么刚好？巧仪，称巧仪，称佳仪。就刚好都是姨，又加样子。
西。我发现 TP 很多一开头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一很多很多一这个字，一亿的那一，超多的。很久以前有人叫就好。五七什么时候可以开直播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只记得五七辉上次跟我说，他说五七好像要很久之后才会有 IG 账号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隔天就看到他们已经有 IG 账号了，我就想说，嗯，不是才说很久之后才会有吗？哎、欸，有了哎、欸。所以呢，我都不知道这些消息，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就很早也是错的，很好笑。我们都在乱讲话，根本就不知道五跟五 G， 都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。五七有你有我顺眼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跟五七没讲过话、欸，我只有问了，我只跟巧姨讲了一句。忘记在念讲什么了，我就说哦，你念哪里？我念叉叉叉叉叉，然后我就哦哦好，我调查人完人家之后呢，然后呢我就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资讯。很我。很我吗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哪里很我的？没有，我就是一个很好奇大家念哪里，然后就问完大家哦，然后因为自己念学电，所以就没有想要讲。哎、欸，那我那天回那个，你知道我那时候。我回公司之后，我搭建车去北车，然后我北车我想说要去搭高铁嘛，你知道我这时候我遇到谁吗？我遇到巧姨，我说哎、欸，然后就说前辈 hello， 然后我就你怎么也在这？他说哦，我要搭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就哦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你知道这就是什么吗？人家慢慢的搭捷运，跟我很搭很久的计程车时间是一样的。那我还花比较多的钱，但是下雨嘛，那个下雨就是不可避免的因素，得要搭计程车。我相信再过四年五年他也会懂得这一切，他就会开始说啊好累啊，搭个计程车好了。那雨真的不能很夸张欸，没办法没办法。你要去开播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十点了、啊，大家怎么这么晚开啊？在日本也很晚的吧？看我给你看看。哦、oh, ，好吧，那我只好关播了，念个榜。第十名是笑笑，谢谢笑笑。第九名是徐阿北，谢谢徐阿北。
第八名是咪鲁，谢谢咪鲁。第七名是水锤，谢谢水锤。第六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。第五名是浩逸，谢谢浩逸。第四名是竹轮，谢谢竹轮。第三名是哈鲁，谢谢哈鲁。第二名是欧比王，谢谢欧比王。第一名是冰彻玄，谢谢冰彻玄。谢谢大家。刚刚都没有啦，我本来就要十点关播。啊，烦躁。我现在很想要用一个烦耶、欸、我再看看，拜拜。拜拜！你们知道我太多私底下的事情了，我透露太多了。拜拜，晚安。